的寿星。此刻有请伟大的父亲对一宽送上深深的嘱托。你们要长大了，父亲不用成家了，你们要给父亲一个榜样，创立一个美好的家庭。好，你要有志气，有勇气。好，掌声送给伟大的父亲。大话中，人生当中最诚挚的邀请。亲爱的，嫁给我吧。Oh my love，咱们结婚吧。如果你愿意，如果你拥有一个家，这一生最美的梦啊，有你陪伴我同闯天涯。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，你等多看一会儿。今天是我在未来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最漂亮的一天，你要记住，我满心欢喜，身披白纱，嫁给你的样子。因为此，因为这是此生我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，我也不会忘记你此时此刻身披西装眼神里给我的安定与幸福。相互迁就最长远，双向奔赴才有意义。赵先生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掌声送给新郎。董雅新娘欲将这份爱的信物与新郎佩戴左手无名指上。中国，你们已经准备好了，请将彼此轻轻地拥入怀中。各位来宾，让我们响起最热烈的掌声。有请新郎，拥吻你的爱心吧。干干，首先端起一杯浓浓的香茶来，站在一家之主的爸爸面前，为爸爸敬茶，好不好？来，叔叔，我问一下，刚才呢，儿媳妇喊爸爸喊得好听吗？好听，好听，我们再听一句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再喊一声，爸，您辛苦了。啊、哦，不行不。好听吗？好听，来，再喊一声，爸。哎。好听吗？好听，好听，赶紧结账吧。谢谢爸。不客气，警察。来，甜甜的喊上一声。妈，请喝茶。好。一杯浓浓的香茶呢，敬给妈妈。来，接过茶碗。来，奶奶再喊一声，好不好？妈，阿姨，阿姨，你别慌，行不行？我话都到你嘴边，你再答应，不要着急，不要慌啊！今天的儿媳妇已经到家了。妈，哎，哎，阿姨，刚才的儿媳妇端的茶好喝吗？好喝。甜吗？甜。甜不甜？甜。甜。甜吗？甜。甜吗？哎，对了，甜，赶快花钱来，谢谢妈妈。谢谢妈。OK， 一个大大的红包来。屋里呢，从古至今来上一个古典的敬茶方式。端起这杯茶之后，你就说上一句：“岳父大人在上，请受小婿一拜。”然后单膝往这一跪，
叔叔，你感觉行的话，你配合一下。好好，没问题吧？岳父大人在上，请受小婿一拜。咱别说错了，别说成小弟就行啊。来，开始。